几天没见，这么拉了。滚！全军出击！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。正常攻速多少？我也不知道啊。0.7多，先来把猴啊！别干扰我啊！别干扰我。啥意思？有代沟了？这不梗吗？先看看这青钢影啊，平 A 一下。先走，先打骸骨，他一级学的抠啊，行，先 A 他一下，免费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来，等他踹完，我们直接 E 上来平 A 往前走，撕药，再平 A， 再平 A， 征服者触发往前 A， 再 A， 再平 A， 给我闪走，闪现一个平 A， 套点盐，这有点烦呢，这还得套个点盐吗？哎，反正这征服者感觉满了，刚好能死。你看，像他这个传送他就不对，知道吗？他就不应该传这里，这个传送就很明显就不对劲。寡妇，我估计先吃个饼干啊。我感觉我们应该能走，抬他一走，抬他一下。来，假装让他上来啊！我们正好升。这兵线，上来回家吧。兵线不太好。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边？他是查眼了吗？耶！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。俺老孙正等着呢。草里有眼儿吗？那为什么不早说呢？他一级就查了啊！这个你没早说啊！我早我不知道。哎，有点那种跟那把那德赛对线的那把的感觉了。卡兵线，他正好二槽里边插个眼，我回家，我不知道。谢谢欧欧欧文大哥，这个兵线一卡，就相当于他就根本他就没杀我，他就白杀了。把这兵线小卡他一手。嗯，然后我们吃一整波兵。他现在肯定上来打不了我们，所以往后靠一下啊，没有意那就别往上上了，先扣他一下，打他一下骸骨，一上来平的让他踹 W A 接扣，正好岩缺来了，其实岩缺来不来这波我都要上了，其实岩缺来不来这波我都要杀他，只不过他来吧我就给他个助攻啊，人头他也别要，要了我也不给。有个哥们跟我说出这猴出这出西兰刀，行不行？试一把呀，试把西兰刀也行。
has been slain. Let's go, 皮海。此地不宜久留。一蓝刀，二十冷却，蓝肯定够了。新蓝刀削了吧？这不改版了吗？我操，这不改版出三项了吗？出个屁新蓝刀啊！三项三攻击力，三十攻击力呢？三项，扣一下，剑姬啊！哇，你真敢上啊，兄弟呀！啊，这你都敢往上上？记住，青钢影要是直接敢交易，在猴六级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人他就已经死了，明白没？算了，这个留着吧，这留着出那啥吧，这都改版了，改挺快。我这三天没来，改版改挺多呀。这把还是小控啊，小控，回家先。先回家出个红宝石吧。再留着出九头蛇黑切吧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还是线控在这儿啊，他敢 W 的我们就E他，先抠破的骸骨，看他 W 的放不放。好，他踹正好E他脸上来，平 A 平 A 平 A A 接 W 的接双抠往他前面走，来挡住他，他死了。抠 E A 他闪我们闪，除非他能从这儿闪到这儿，那我不追了，万一夸扎我啪啪一个闪现撞墙了，那就算了。这个闪现我基本上都不闪，对面闪了我们就不闪，对面不闪我们再闪。You jump, I jump. You no jump, I no jump. 吃你的塔皮！你看这就优势就大了。先扣他，不急上啊！好，正好矿没了，跑肯定是没法跑，没有地方跑，他没有地方跑。哎，给我追着光头，我打死他大光头！还帮还帮，啊！丢了。2233，我们好像有点无敌了。Rampage。我觉得这三项的被动其实挺没什么用的。如果目标是英雄，只要获得攻击力不就完了吗？你看你还得 A 五回干什么玩了呢？多墨迹，直接就加28，嗯，58点攻击力，30%攻速，200生命，20冷却，那挺好的，这就。先扫一下，直接一抽 R 点。没套上 W A 点燃接扣再接钻，挑死！三成188。
哎，我明白到底是哪个地方出现问题了，声音有点问题，我觉得。声音小了。声音小了，可能又有点大了，再小一点，把通过这塔给他吃了吧，不吃白不吃。这也没地方去呀。你咋的呀？嗯？哎，你咋就狠成这样呢？这光头。你哪儿的？咋骂了？不是咋骂了？我先打不了一声。慢倒没啥慢，可以杀，就是70块钱，拉倒。刚才这个闪现是怎么回事呢？是本来我是想闪的，但光头夸一个闪，我没反应过来，反应慢了。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九头蛇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岩雀小带呀、啊，带个屁带。腰带，那前期没有我勾引的青钢影，他是个屁。腰带呢？还腰带？而且那青钢影那都没死，正常应该青钢影能打死。往这儿走来，那寡妇指定得过来，那不看见你了吗？你别着急呀、啊，青钢影杀一下子。哎呦，你还大出来，112块钱，我的天哪！哎，我怎么这？我怎么才11级呢？我现在应该15级，我感觉。有人没？不知道。有个波比，波比加流头没什么用。我们现在在上路一站，基本上就是无敌。活跃塔就行了。不是，我应该150级，那青钢影都10级了，我才11级，我才压他1级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一定是岩雀吃我经验了，就导致我的等级低了。打呀，我这打了呀，你也没事干，你就打了呗。打完就打小龙，看小龙有没有，这对面连门都不出，我赶紧拆。你像如果对面啊，这连门都不出不打架，那我们就可以干什么呢？那我们就可以把外面的资源都给他拿下。先把这个给他拿下，再把这个给他拿下。这塞纳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冰拳。现在塞纳都出这玩意儿了，是不是？这是死亡列车呀，谁敢上？陪我这车你们都敢上，我是没想到啊，这趟车都敢上，上当了，这是连这种车都敢上。
我去住那第一个酒店还碰到粉丝了呢，碰到我们的粉丝兄弟了，住的一个小别野，给的管家正好是俺们的粉丝，没办法，真的，说实话，我去旅趟游啊，我这是整个人啊，我都是没办法，我就只能把自己给捂住，因为我只要薛飞一把我的口罩一摘，完了，立刻就真的是立刻就被人给认出来。名人呢，名人，当一个名人难的，给你来个无影棍加闪，好像没闪出来。一共我们去了几个地方，在酒店里边有个兄弟，我们的管家，天天我们都能看着了。然后去了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地方叫什么玩意儿来着，那个地方叫